Vanessa， 我好饿呀。我也好饿呀，心雨，你不是说带我来吃正宗的上海菜吗？对啊，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这里就是上海石库门，据说是多伦多本帮菜的首选呢。本帮菜是什么呀？这就是本帮菜。桂花糖藕，终于上菜了，开始吃吧。我感觉这个藕是卤了很久的，所以刚刚它端上的时候我就闻到一股很浓的桂花味。然后这糯米如果再糯一点就好了，因为藕是脆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糯米比较有嚼劲还是什么，就感觉好像挺难嚼的。这一块好像比刚刚香一点，桂花味道浓一些，可能那个腌的比较入味吧。我觉得如果它能再切得小块一些，可能就更加入味了。对，这个好像有点大了。糯米的甜和桂花甜稍许有一点点重复，但整体来讲我特别爱吃甜的，所以这道菜是我的菜。我也很喜欢吃甜的。白斩鸡，哇，终于有肉吃了！我是个无肉不欢的人。那开动吧。我们广东好像也有白切鸡，这是白切鸡吗？对，这就是一般水煮的白切鸡，但是它会腌制一下，但是也不会特别咸，还是要蘸这个酱料的。好嫩哦！不蘸酱味道，你觉得会不会有点淡？我觉得还是蘸酱比较好吧。就这个酱里面好像是有甜甜的蒜吗？还是一般来讲这种酱都特别简单，这种碟里面应该是酱油，然后再加一点白砂糖。上海人还喜欢吃浓油吃酱，口味偏甜一些。但是如果太甜的话，感觉会挡住本来这只鸡的鲜嫩三黄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酱料其实挺正好的，因为如果太咸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个鸡肉的味道了。糖醋小排，又是大肉。之前吃的糖醋小排里的话，它肉质是比较精瘦的，我之前吃的还是夹有些肥肉的，再来试一下，吃的好像是有肥肉的。这个就是典型的浓油赤酱的小菜了。这一块味道不错，没有软骨，大公脆，别把牙崩了。我觉得这个和可能是因为吃了刚刚白斩鸡的关系，果然食物的顺序很重要。就感觉它的肉有一些些的冷，是吗？但是夹着软骨我感觉还不错啊，就有一个口感的层次就在那里。精瘦甜甜的肉配上脆脆软骨，你觉得呢？对，我感觉就是酸甜酸甜的味道，然后配上那种肉的香味，我觉得特别浓郁，稍微解掉了一些那个甜味。哇，小笼包热气腾腾。哇，我前几天刚在蒙特利尔唐人街吃了不少小笼包，我觉得这个应该比那个好吃。从size 上来看，这个小笼包感觉是正宗的，因为有些小笼包就很大，你知道吗？然后感觉皮特别厚。小笼包吧？对啊，我就在想那应该叫大笼包。很 juicy， 你看它里面肉那么多，感觉这个猪肉是很新鲜的。这个大小可以一口一个。
你觉得和蒙特利尔的比怎么样？这个肯定比蒙特利尔好吃多了呀。我觉得这跟我在我家对面以前去城隍庙的时候去玩的时候，那个小笼包有雷霆，感觉是皮薄馅多，而且汁水一定要够。那挺正宗的，我觉得。响油鳝糊，哇！响油鳝糊，这是什么呀？这个就是非常正宗的到浓油赤酱的上海菜，它是拿新鲜的鳝鱼然后做成的，鳝鱼一定要新鲜，不然这个油浸进去啊，好像就会腥了。吃起来一点都不觉得有腥味，它有姜丝。哇，这道菜，这个口感稍微还有一点点胡椒味，你有没有觉得？感觉还有蒜味在里面。它是鲜甜，然后后有胡椒，然后接下来还有点像你说的蒜，这就有嚼劲了。整体很丰富。我觉得这个像。这个黄鳝应该是特别新鲜的，一点都吃不出，它首先肉质很紧，然后一点都吃不出海鲜的味道，但是胡椒加进去特别的香，因为它切的挺细的，所以我感觉应该很入味。是的呢，它一定要切的比较细，然后这个油才爆得起来，好像。好吃啊。它不会特别甜。加上胡椒跟姜丝之后，层次就特别丰富了。对，这个真的好棒。小油鳝糊是逢年过节一道家家必备的菜，然后也是最考验家里掌勺那个人功夫的菜。鳝鱼要新鲜，然后配合着下油锅的那个速度，那个油爆起来的时候，这个鳝鱼的味道才会入进去。听起来就感觉很好吃，对吧？吃起来就更好吃了。对啊，再让我多吃几口。红烧肉，红烧肉，太棒了！哇，这个肉感觉味道不错，肥瘦相间。哎，你看它有三层哎。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好吃死你！五花肉，五花肉，怎么好像少了一层？这道菜好吃哎，我觉得红烧肉它不会特别腻，但是又把那个油脂的味道全都溢出来了。对，然后再加上那种酱料的香甜味。它就是最传统的一道本帮菜，浓油赤酱，这样一下锅，肉的香味全都出来了。它这种肥肉不会特别特别油，咬下去像果冻一样。对，这是卤蛋吗？感觉是卤蛋，有一些红烧肉会放，但这道就放了，有一些不会。可能放了以后会更好看一点，我觉得。好像味道没有红烧肉入味，感觉是后来才放的。对啊，好像里面没有什么酱汁的味道。就是蛋黄的颜色也没有变化。感觉肉还是比鸡蛋好吃。我喜欢它上面这层肥肉，把下面的那个筋肉的味道全都带出来了，不然的话感觉就柴柴的。对，一定要有肥肉才好吃。这样夹在一起，一口咬下去。爆猪肝，猪肝，猪肝我很少吃哎。这个味道好特别哦。那我以前一直以为内脏会有腥味嘛，然后我自己对气味是特别敏感一个人。但我觉得这个面上吃下去没有，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内脏味道。这个猪肝的味道，口感下去是粉粉的。跟我想象的那种很有嚼劲的感觉是不一样。对，可能是
但外面又是很 Q 弹的。你喜欢吃 Q 一点的那种？你常吃内脏吗？在广东？嗯，我们广东有什么不吃的呢？福建人。它的口感好 Q 哦，感觉就是酱料的味道很浓厚，然后就掩盖掉了那种内脏的那种腥味儿，而且它切的厚度也是刚好。嗯，如果太厚了，我感觉就是吃起来有一点内脏的这个部就是可能质感就会把它暴露出来，但是这个感觉就是薄薄的，然后一点点，然后加上浓油赤酱的炒法。把香味都爆出来了，我尝一尝这个洋葱。嗯，洋葱脆脆的。嗯，这个好脆哦。而且非常清爽，带有甜甜的那种。对，正好就是跟那个浓厚的猪肝味把它综合掉了。对，综合了一起就更好吃了。熏鱼。凉菜，这是一个凉菜，然后呢是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都会有一道菜。嗯嗯，这个熏鱼比我之前吃过的都要厚一些。对，我感觉这个熏鱼呢没有腥味，然后肉质特别的厚。我之前吃的那种熏鱼都是扁扁的，小一些，但这个感觉是可能到加拿大，然后大了一些。加拿大的鱼可能一方水土养一方鱼，但它的肉也不会特别腻，对，加上这个甜度也是刚刚好，特别入味的，也有一点点像，就是它红烧的味道特别浓，它是炸过的吗？这鱼是炸过的，那鱼炸过之后再用浓油赤酱的方式。把它腌制出这种香味，但我个人感觉还是切的有一些大。对，我觉得是有点大了。生煎包。呀，又来了一个上海点心。我咬第一口是底下的焦脆的皮，后脚味道感觉还蛮香的。里面的肉是属于那种比较厚的猪肉，感觉是一点肥肉都没有。你要不这个底薄一点就好了。我来试一下蘸点醋或者啥，感觉它这一个块头比我之前吃的都要大一些。然后肉感觉比之前吃过的要大，这个生煎包感觉是肉食动物的爱，它的肉真的是特别大块，所以爱吃肉的朋友应该不能错过这道菜。吃到现在，你觉得哪道菜、哪两道菜是你最爱的？鳝鱼真的好喜欢，我也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鳝鱼真的是正宗，因为感觉它的这个细丝，就是首先是刀工好，然后这个鱼呢切得特别的细，加上那个姜丝跟浓油赤酱酱油的调味，一下子就把那个香味爆出来，然后那个腥味去掉了。然后不然的话，就是感觉水产品都会有它的那种味道。然后我个人还很喜欢那一道白斩鸡，我觉得那只鸡除了肉切的小了一些之外，别的都特别的棒，特别喜欢，很嫩，对不对？我个人还很喜欢这个莲藕，莲藕那个口感特别的有嚼劲，然后甜甜的，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甜的东西，所以就很喜欢吃。我觉得吃下来可能这个生煎包，我个人刚刚快捷 fail 了，
可能不是我会下次再点的一道菜，因为它个头有些大。然后第二点，我的筷子功没有办法把它夹起来。第三点，它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它的肉虽然是很足，但是跟皮的这个分离感特别强，因为我印象里应该是会再粘，就是皮再薄一些的话就更好，这样就跟肉粘在一起，然后肉的汤汁也会让这些留下来。对，这样会非常好。对，今天带来吃这家上海菜怎么样？下次挺好吃的。那我们下次可以再来。对呀、啊。那今天就这样。好。大家再见。拜拜。